大爷，看，这是我刚赢的，眼赢了送给你，怎么样？黑的啊，黑的我不要。那你要什么的？黑蓝珠。我要红的。好吐的很，不好吐。我要红的。你老给买个红塔山怎么样？只要能赢我，我走了啊。皮炮。上吧，黑蓝珠好抽得很，我就在抽红的，红的花子多好。哎，你就在那追求。继续。哦，我就这个披风马，你敢不敢压？出名。上象骑马去。两头射。出名。哎呦，拱不掉。那他又是能拱掉呢？哎呀，他把拱掉试试。来射马，大卷，来出去，来，怎么办？射，踩掉，肯定的嘛，能让他活下吗？上马，大马呢？我先上个象，想打你就打嘛，上，踩掉，打掉就踩掉嘛。木错，平炮啊！哎呦，又打，回来，来出去，放中炮跟他换，是我的炮，来。踩掉，来，进去，又吃吗？哎呀，这没地方吃。再回来，还再吃呢。进去，进去看着，看着，上马又蹬起了，上马。哎呦，我再回来。哦，哪个能登上？上马，至少可以开来。上马，少干啥？陛下，这个兵还活哈呢。好，来上士，来。炮都没有了吗？你能干啥？平车，退桥，出兵，拱掉。我就不拱他。哎，出兵。哦。你还挖的球球点点到来，来回马。哟，吆喝，咋呢？来吃。您过来了呀？这个别说个啥？那有啥用？那又不是能打死啊？能打死吗？平局。这个兵甩个啥？来吃。又过一个。吃就吃。哦，能吃掉。来对局。不害怕的吗？对局。哎呀，你别对你把这个兵杀掉。来换。人家把象杀掉，啥炮的？拿去。哎呀，那就看着这点点。什么？平车，废柴，来啥呢？来吃，打掉，打掉，出兵，哎，上，将军，来下士，下下，紧接。你看我管不管他就完了。哎呀，你看我管不管他就完了。哎呀，好，出来，
的笑。来上吧。焦死了。哟，他还能喂啊？焦死了。破冰。再烧一个。出吧。请坐。来吃。吃就吃掉。啊，这个瞧得进来了吧？哎。人家踩掉了。哦。下去。来进来。出来。哟。哎呀，赶快进足嘛。进来。进座。啊，兵贵神速嘛。吃足，足够吃。好。这不就赢了吗？平局。出。兵到位就行了。红的啊，你别忘了。嗯，赢了再说。来，出局。累。平局。累。好。来下士。进兵，进兵。累。上士。再进。累。回马，进来。回马，踩局了。来，能踩上吗？上马。什么抓呢？踩炮呢？哎，能踩上？哎呀，炮子的直线吗？能踩上吗？啊。将军。来。平局，哎，将就，先将就，将就。待会一打士就赢了嘛。来，飞行。这将不死，将啥死？待会打嘛。哎，又有将了，哎呦。再将。他就是将就不害怕了吗？是老将了呢。来出来。将死了，将死了。我才能将死将，给你拿掉。哎呀，将军兵没了，再讲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这个兵嘛，你给他嘛，怕他干啥？他咋不吃？他是吃，我是叫，我是出，叫他咋办？你就是得得看的。那现在叫啥吃炮？炮丢了。哎呀，他不会将军嘛？将军哪个炮丢了？你走炮，将军将死了，电锯回马一将锯吃掉了。咋办？你看着。咋办？来，哦，将军电锯，哎呦，他这将不了，炮给他打掉了。我这办法多的牛的呢嘛。将军，喂，哎，他这将不了军，追掉了。喂，炮又吃掉了。哎呀，炮又吃掉了。全都兵了。哎，将军回家了。就一剩一个兵了嘛。